好，我是燕子。过了个年，门口这块地的青菜，都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。现在准备到河边那一块地去看一下，还有没有青菜。我看你两个脸。我还以为你摔了一跤呢，那么红，你自己擦的啊？你擦眉毛还是擦口红啊？擦口红。擦口红怎么擦到眉毛上面去？一二三，快点！你快点！我的马就走了嘞，预备。不跑了。但是我也是马耶，我是马。不要下来。帮助老人真的好累呀、啊。帮助老人？谁帮助老人了、啊？你把我当老人了？对，你帮我拿篮子。帮我拿篮子就是帮助老人了、啊。看着你流鼻涕了。因为你这是聋子。你鼻涕都流了，看到没有？镜头画一次。小心点。那是草。草。嗯，看到没有？人家的，哇天哪，差不多一个多月没来了。哇，好大哟，你那里。这菜都开花了，全部老完了，早点嫩的吃。哪样子？哟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，美女？这样子吗？我在扎白花。这样子吗？啊，不是，那个老的也没办法吃了，要找嫩的吃。哦，找嫩的。那我这个呢？那个拿给你玩吧。那我这老的呢？这是嫩的。好，那几朵花送给你。那这朵呢？那个也老了。这朵呢？那个还嫩。哎呦，连根拔起来。好的，那我拆喽。往下点，往下点。哇，你后面这里还有。对。这好像上海青呢。对，上海青。上海青变成菜心了，美女们，我们在这边吧。这边是白菜心，这个白菜心长得还好些。我白菜心最会摘了。你让开，你的脚下有一个。在这边，美女。张老人看。啊、哦，还嫩，那个还嫩。摘了就放篮子里面啊、哦。我又找到一朵了。这菜心真的长得太好了。靠边拿，小心点啊、哦！姐姐带妹妹哦，不要靠得太边了，会摔跤的。再下去。这里、啊。在底下。在底。你们到我这边来，我告诉你们怎么摘，快点来。你们乱摘会把那个菜弄坏掉的。我这样子摘可以不？不行，你们摘的是花，不是摘菜。你看你两个手里面全部都是花，哪里还有菜啊？难道你只想吃花吗？你看，你家的也是啊。我摘的是连叶子一起啊，你们两个是没有叶子。我摘了很多有连叶子的。但是还要摘下去的呢，从这里，从这个根部这个位置呢，摘下来。除非很老，就不要从根部摘，嫩的都要从根部摘。哇，好长啊！但是我觉得这花好臭。
怎么会臭呢？这花是拿来吃的。臭什么？咦，好棒！你看姐姐好棒哦，那个也不错。你看，你看妹妹干坏事，妹妹连根拔起的。妹妹不要拔啊，要摘，摘断它。但是我总是输，我总是输吧呀。你要那么用力啊，对不对？我摘多多了。嗯，对对，很棒很棒。啊，阿姨。哎。我不是摘你，那右边的，我是。飞的来了。好了好了，马来了马来了，美女们。我可以走吗？可以回家了，可以回家了。我来。你来得动吗？我给妈妈。还说没菜吃。没想到一个多月没来，这块菜地里面的菜都还可以吃，而且还长得蛮好。走了，美女。走了。别，我给妈妈个花朵。花朵，花朵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那个给你摘。姐姐，哎呦，姐姐好能干哦，姐姐真棒，姐姐，送给你的花，姐姐。啊！姐姐辛苦了。哎呦，你真懂事，真辛苦。姐姐会做事啦。哎呀，妹妹也好懂事啦。姐姐你辛苦啦。你说了什么跟姐姐？我说姐姐你辛苦了。哦，姐姐你辛苦了。